本来就是女生，怎样？天哪，我的灵魂装错身体了。他就觉得自己灵魂就是天生就装错躯壳，那就是觉得自己从小怎么会多一个尾巴出来？如果你骂我，甚至骂到我家人，我就会反呛回去。你怎么呛？我就说，我比如说是女生啊，我就说你在咬吧，你有比我正吗？嗯，对。哇，那男生呢？好小心哦，男生呢，男生就直接往下面弹下去啦，对不对？胸部真的会短短，不然你不相信，你摸看看。哎呦，非礼勿视。谢谢。你要摸吗？非礼勿视。谢谢谢谢谢谢。钟林，你也有。当过兵对不对？空军三年，整个营区里面都没有人有胸部，只有我有。洗澡的时候，条状物在我眼前晃来晃去，好可靠，那么 juicy。不怕变性的生理磨难，然后你单单那个地方拿掉之后，弯进去里面变成阴道，放这么长进去啊？对啊，最少要到这边啊。差不多，最少要到这边。等一下，这是你说里面有人工阴道，知道？对，人工阴道，它必须要固定。没有这的话会缩起来。对对对，会缩起来。介绍，这个是我女儿，你在外面偷生的。你怎么还养得这么大的？那我当初就跟我老大讲啊，那现在她已经变妹妹了，那以后你多多就要让一下。面对家人的情感压力，坚持找回真性情，感觉哦，就跟酸辣汤一样，酸的、甜的、苦的、辣的，通通有。因为他毕竟这条路走的，真的我们也要去适应。其实妈妈也很赞成你去当兵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她一直希望我借由当兵可以变回来。你说到现在还在适应吗？对，这过程其实妈妈承受很大的压力，完全是因为母爱在支撑，对不对？你问到我这种问题，我真的会有点控制不住。我最不想看到的那个层面，你一定要变性吗？